早餐吃什么？今天我带大家去吃了一间云吞面，是我个人认为蛮好吃的，在红毛桥。我个人认为这家吸引到我的地方是它的叉烧，才1.3元的一个云吞面，老板还是坚持很用心的叉烧，难得。简单的总结一下，面 Q， 酱猪肉香，料有诚意。